洛丽塔摔跤糗翻天，演员显沦为摄影师。洛丽塔，哎呦！从你刚刚走完红毯，然后出来到现在，是我们两位设计师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。有吧？自己选一个位置，你认为是哪一个？我要赢过演员吗？好啊，那你把它挤过去。演员，我担心了，录，然后没得挤。没有。最后你是在担任三。今天晚上10点，金炸跟班。